仲未走嘅？点解你有我妈咪张相嘅？呢个系我家姐。原来当年系你妈咪帮我家姐做手术，用微创切除 pancreatic insulinoma。我医生同许医生系 assistant。准备出个 tumor。OK。钟医生个 specimen 叫咩名字？Pancreatic tumor. Patient away.出个 tumor 之后冇耐 ，patient 突然之间 cardiac arrest， 系咪觉得有啲怪啊？心脏无端端会停跳，系咪真系无端端？你怀疑有啲嘢冇写落去？星期五有个 seminar， 呢两个礼拜净系得翻下个礼拜三嘅 lunch 喺屋企。好啊，咁到时见，拜拜。咩事啊 ？Nancy Chu， 我谂佢系揾我想倾个 funding 嘅嘢啩。妈咪，你仲系将个 schedule 排到咁满嘅？你系病人嚟噶。文医生，我已经听晒你话，搞咗俾 uncle 屋企噶啦。总之唔好搞自己咁辛苦。Meeting cancelled. Good. 翻返医院 ，OK 吗 ？OK 啊，人真系好得意，同一样嘢换转另一个度睇，感觉完全唔同晒。以前每日翻医院，开门行入屋嗰阵，总系觉得对门成吨重。当我决定唔再理其他人目光嗰阵，同一对门，个感觉轻晒。好彩嗰日阿 Ken 拉住我，冇俾车撞到。我应该揾人请保护同阿 Ken 食饭，多谢佢哋。阿妈咪，你记唔记得有个 patient 叫做龙美斯？做咩咁？点解你会有呢张相？阿 Ken send 俾我嘅，林美斯就系佢家姐。你有冇印象啊？好似有啲。阿 Ken 好细个就俾人领养，而佢家姐就一直留喺孤儿院。有咩使唔使归你收咗嘢先？好啊，唔该。多谢各位传媒朋友今日嚟到我哋呢个记者会。等我逐一介绍下，台上分别是东亚大学医学院院长钟怀双教授、辉图医疗器材公司主席 Henry 陈令祖先生、安妮医院行政总监周振尧医生和安妮医院外科主管林明珠医生。我哋好高兴有机会喺呢度为大家介绍呢项最新嘅 3D 打印技术。我哋会透过临床实验，将呢个 3D 嘅打印技术应用喺手术方面。小组会主力研发手术用的工具和植入物，为病人度身订造最适合的资源。我一向都敬重周医生，和钟教授亦都是相识了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今次真的很难得机会一起可以合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促成你们今次的合作？哦，这个当然。虽然我和陈生在某几个场合见过几次面，但是大家对这个 3D 技术的发展的看法都很一致。我们绝对相信这项技术会为大家带来很大的突破。不如我们拍一张合照吧。
多謝曬，多謝曬。唔該呢邊啊，唔該呢邊。仲以為你唔肯見我添，咁你又等點啊？這個咪係林美思，原來係阿 Ken 嘅家姐，呢張相係佢提供。有冇咁巧啊？有啲係仲巧，我 check 翻啲舊 report， 原來二十年前林美思嘅手術入面用嘅 ultrasonic scalpel 係輝圖做嘅。而呢個係輝圖嘅老細 Henry Chan， 咁又點啊 ？Sutcher 單嘢令我知道，中華商喺輝圖入邊，除咗 Mr. Khan 之外，仲識第二個人，睇嚟就係 Henry Chan。哦，即係你嘅台底交易，中華商都有份嘅，即係點啊？你而家嚟同我 confess 噶？晏晝個記招，中華商專登同記者講，同 Henry Chan 唔熟。其實佢唔使特登去澄清啊，我覺得佢應該知道輝圖一啲嘢，想同佢哋保持距離。咁佢咪知道輝圖嘅 Sutcher 有事咯？究竟你想講咩啫 ？Sutcher 單日完咗啦，中華商唔使咁避忌噶，一定有啲嘢嘅。而家安妮俾周振搖兩公婆控制住，佢哋仲高調宣布會拉攏醫學院同輝圖合作，而中華商好似好唔想講，所有嘢好似冇關係，但係擺埋一齊又有啲拉楞。有冇拉楞都好啦，又關我咩事？冇，我擔心安妮有事，揾個人呻下啫。我已經唔係安妮噶咯，幫你唔到噶。話唔定遲啲又係咧。啊，你幾得意？我頭整走我，而家又想拉翻入去。我整走你，拆散黑添，對我有咩好處先？唉，我有時做嘢有啲目的嘅，不過要揾人合作，我唔會揀周振搖咯。我唔得閒睬你啦。喂，哦，佢喺我隔離啊。喂，你兩條友做咩一齊噶？我唔係好想同佢一齊嘅啫。咁急咩事啊 ？Mr. Khan 頭先打嚟，佢話輝圖嘅 3D printer 有 bugs， 個噴嘴 quality 唔穩定，印出嚟嘅嘢可能會變形。輝圖明知咁樣都唔理，照樣四圍 sell 呢部 printer。Mr. Khan 睇咗個記招，佢忍唔住打俾我。喂，你之前咪有個 patient 換咗個 3D stand 嘅 ？Oh my， 嗰個 stand 就唔關輝圖事，係我同醫學院揾第二間公司搞嘅。咁都好啲。如果個 stand 有事，就大鑊。咁 Mr. Khan 同得你講，即係話佢有證據喺手噶啦，係嘛？就係冇啊，佢淨係話。輝圖嘅舊夥計劃佢知，個合作啱啱簽 contract 啫，未正式 run 嘅，我哋應該仲有時間。警告你啊，咪再玩嘢。你唔信我就唔好同我講啦。其實我就係信你咯。喂，仲咁多廢話，諗下點拆好過啦。啊，唔知頭先邊個話自己唔係安妮嘅，啊，唔關佢事。拜。啊，我口錯。諗下點拆啊？諗緊咯。有把柄俾周振搖揸住，所以周振搖喺安妮打橫行都得，邊個幫你？幫我定係幫你啊 ？Stan 係輝圖嘅咩？輝圖個 3D printer 噴咗一個 box， 編出嚟嘅嘢有機會變形。唔係講笑啊 ，Henry， 再咁落去真係唔掂啊！錢你都收咗啦，點到你唔做啊？